这条路对吗？前面好像有路障。别说的好像你来过一样。走，离近点看看。被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怎么办？要把这辆矿车炸掉吗？慢着，这些都是矿队的资产，可不兴随便破坏。还是想办法把它修好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你知道该怎么修吗？那当然，下层区哪个人不知道矿车的构造？让我检查一下。嗯，连接车体跟底盘的销子坏了，后轮的轮对轴承也断了，一看就是施瓦罗的喽啰干的。得在周围找找能用的替换部件。切，真是浪费时间。迪图，好伙伴们需要找东西吗？茶宝可以帮忙。这家伙怎么自顾自地跳出来了？你的那什么功能不是已经损坏了吗？迪图，脑部扫描模组确实已经损坏，但人工输入搜寻功能仍可正常运行。来吧来吧，输入你们想要寻找的物件名字，茶宝来帮忙。哦，这么自信，那咱就试试吧。输入界面在哪儿？啊，找到了。矿车销子，矿车轮对，确认，这样就行了。B 都，正在处理请求。B 都，匹配成功，开始搜索遗失物件，矿车销子。B 都 B 都，发现近似物件。请遵循家用寻物仪安全使用指南开始搜索指引。一都，根据您的搜索历史，猜你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帝都，您想何时前往星际和平家电门店？茶宝将为您在日历中生成提醒事项。帝都，帝都，发现近似目标物件。本次搜索已结束，即将进入休眠模式。让我看看。这部件勉强能用，这小东西还挺能干的嘛。帝都，怎么样？对茶宝刮目相看了吧？哇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以后如果丹恒再走丢了的话，是不是也能用茶宝找到他？壁咚，目前暂不支持搜寻有机生命体的功能，详情请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想法倒是不错，继续找下个部件吧。壁咚，开始搜索遗失物件，矿车轮对。壁咚壁咚，发现近似物件。请遵循家用寻物仪安全使用指南开始搜索指引。壁咚，根据用户协议，本机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根据用户协议，本机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您想何时前往星际和平家电门店？茶宝将为您在日历中生成提醒事项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壁咚，发现近似目标物件。本次搜索已结束，即将进入休眠模式。这下就齐全了，帮大忙了，茶宝。嘀嘟嘀嘟，不用谢，星际和平家电，你最可靠的伙伴。嘀嘟，本次搜索完毕，进入休眠模式，请及时为家用寻物仪充电。咱们运气可真好，要是没有茶宝，估计得花上半天才能找到这些零件吧。那倒也不至于，不过这小玩意儿确实挺方便的。好了，快回去修矿车吧。希儿要亲自动手吗？不然呢？下层去干什么都得自食其力，你们也学着点。
应该就大功告成了。哼，手脚还挺麻利的嘛，我还以为你们个个都是娇生惯养，没干过粗活呢。准备发车了。前面的矿道估计已经被机器人占领了，走路小心点。停停停停！哇，那边有个修神扼杀的大家伙。那种型号是史瓦罗的狗腿子，没错了。不用怕，我有对付他的经验，我们上吧。切忌冲动行事，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争斗并无意义。争斗并无意义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站在近处看这片矿脉，感觉更加壮观了。不知道地下能不能撑到它被挖空的那天。一心同归，洞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你在打？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这片矿脉，大家就是为了它。史瓦罗先生，你看，好大的矿脉呀！克拉拉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滴水。正在计算，基于平均开采效率，这片矿脉可以维系贝洛伯格231天，正负误差7天的能量供给。但你召唤我来，应该不是为了这些矿石。说出你真正的想法吧，克拉拉。对，我是想让史瓦罗先生看到，有很多流浪者和矿工因此受了伤。你能帮帮他们吗？我已经阻止了双方阵营的争端，暂时控制了开采区域。评估结果，30日内无突发变量，不会发生大规模械斗冲突。我明白史瓦罗先生的用意。只是克拉拉觉得只有这样还不够，矿队还有地火的各位还是不理解史瓦罗先生的初衷。要是我们能为大家多做些事，
我的任务是存活下层区，少数样本的信任在计算中是多余的。人类的行为永远偏离理性的计算，克拉拉。他们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证明。史瓦罗，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清楚呢。隶属帝国的希尔，你们的抵抗是无价值的，计算结果非常清晰，留在下层是最优的生存策略。又来了，什么计算结果、生存策略，我可没空听你长篇大论。赶紧把你手下的杂鱼撤走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看，克拉拉，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，人类也无法避免分裂与争斗。但是，史瓦罗先生，试图颠覆计算结果的人类，是对下层区生存战略的巨大威胁。计算完成，结论已经明确：用武力使帝国及其同伙服从，是效率最高的方案。而且穿着打扮挺有品味。喂，他不会是想撤了吧？那个红衣服的小姑娘怎么办？我们走，克拉拉。出现外来变量，计算重启。鲁辛枢纽需要有人守卫。米尔斯，拜托了，请不要下手太重。哼，喽啰揍腻了，总算上了道硬菜，我就好好陪你玩玩。切忌冲动行事。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。洞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要开始了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该我出场了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争斗并不易。是用来打破的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。洞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有点本事。史瓦罗手下还有多少这样的大家伙啊？很多，这也是帝火一直拿他没办法的原因。史瓦罗的势力太强大，靠我们的人手根本撼动不了。你说克拉拉？不用在意，那丫头似乎跟史瓦罗关系很好，总是跟在她身后，史瓦罗不会伤害她的。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也理解不了，现在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赶紧去找首领吧。不用到处找我了，希尔。干得不错，希尔。我们被一群不知哪儿来的机器人前后夹攻，本来都以为要打场持久战了。首领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有没有人受伤？没事，早习惯了。难缠的机器人杂牌军都被赶回去了，矿区应该能暂且消停一阵。你的这几位同伴是？啊，他们啊，是桑博不知从哪儿带下来的外来者，因为有求于地火才跟我一起下来的。说来话长，还是留给他们自己解释吧。
这家伙初次见面就这么嚣张，我记住了。所以你们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这儿找地火，是要我们帮什么忙吗？没想到你们还在上面演了这么一出戏，真是精彩。哇、哦、这还真新鲜，地火连地下都快顾不过来了，没想到还有外来者找咱们帮忙。你们说的这个星河我没听过，不知道，但如果是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的秘密，我脑袋里倒是有个名字。现任大守护者不过是个骗子，他用花言巧语欺骗了下层区，而且压根儿不在乎我们的生存环。别再说了，我不容许你在我面前侮辱守护者大人。上层区的丫头，我说的话听着刺耳，但是句句属实。你可以跟矿镇的人打听打听，看看他们这些年是怎么挨过来的。下层区对你们的怨气，光靠这两三句话可解释不清，铁门丫头。但我尊重你的要求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说回正题吧，我刚才想到的人，就是史瓦罗。那个史瓦罗，他是你们地火的死对头吧？他只是地下的一台机器人，为何会知道重要的秘密？死对头，我可不这么想。在我看来，他就像这位小哥说的，是台冷冰冰的机器，只认自己计算出来的死道理。史瓦罗不是在和地火作对，或者该说，那家伙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可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远古机器人。如果你们在找的是个有点年头的东西，那没有比他更好的消息源了。记得这个世界在好几百年前遭到过军团的入侵。机器人不会遗忘，如果连史瓦罗都不知道星河是什么，那我真的爱莫能助了。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史瓦罗愿意和我们沟通，或者交出他的记忆库，我们自己找也行。该怎么做？我们一直想跟那家伙谈判，但每次都被拒之门外。他认定地火是个威胁。不过如果是你们几个的话，可不好说。具体办法明天再讨论也不迟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折腾坏了吧，回镇上休息，一切我来安排。又安排休息？我对这个世界的休息都有心理阴影了。至于你，铁卫丫头，有空吗？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地火、流浪者、史瓦罗，下层区的变化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激烈。银宗铁卫离开之后，陛下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抱歉，你有话要跟我说。他想要聊的内容，我心里大概有数。就算奥列格不找我，我也会主动找到他的。作为地下住民，他们肯定有很多抱怨想要发泄，而作为银宗铁卫，我也有很多情况需要确认，仅此而已。按照奥列格的说法，那是参加过700年前保卫战争的机器人，拥有与人类接近的智能，统治着地下机械。铸成者们曾在那场战争中创造了惊人的机械士兵，但大部分机械都在惨烈的战争中损坏，技术也没有保留下来。如果奥列格所言非虚，那么史瓦罗就是从旧时代里遗留下来的铸成者产物。
有吗？我倒没什么印象了。我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能在任何情况下与战士们协同作战。我承认，那个希尔天赋过人，我们两个配合的确实不错。不过就仅此而已了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你们先回镇上吧，我和奥列格谈完就回去。你们挺有本事的呀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相信哪有那么容易，我只是觉得你们人还行，至少你们拿得出实际行动，不仅仅是嘴上说说。对了，我再确认一下，那个叫 Bronya 的大小姐真的是银宗铁卫吗？啊，她能带兵，那还挺了不起的嘛。只是我以为银宗铁卫都是冷酷无情的，他们让整个下层自生自灭，和他给我的感觉不大一样。就这样吧，我还有事要向首领报告，不陪你们了。是你啊，小姑娘，这里不适合聊天，有事长话短说吧。他呀，他是旧时代的智能机器人，地下刚开始建设时就存在了，我知道的就这么些。现在的史瓦罗算是巨首卢辛枢纽的一桩硬茬，很多流浪者在枢纽附近建立了营地，寻求史瓦罗的保护。事情的大概你已经听娜塔莎讲过了吧，矿工和流浪者因为矿脉大打出手，史瓦罗的手下将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。虽然手段粗暴了一些，但是他们只是将矿民和流浪者赶了出去，要我说他也算是制止了地下的冲突，只不过方式简单粗暴，毫无人味。他的行为就像是在说，只要把人都赶走了，就没有冲突了。哦，我听说他是追捕你们的银宗铁卫，还以为你们之间挺不对付的。你在担心铁卫丫头？哦，现在是合作关系，我明白了，放心吧。不为难他，银宗铁卫已经消失很久了，作为地下住民，我只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问他而已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回镇上休息吧。